匪夷所思的建筑为何时隐时现？一场突然而至的降雨能否让地下迷宫的真相浮出水面？隐形农舍，地理中国即将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辽阔的疆域上，分布着众多形态各异的民居建筑。北京呢有四合院，陕北有窑洞，福建有土楼，云南呢有傣家竹楼等等等等。这些民居啊，都是生活在那里的百姓就地取材之后，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构建的独特的人类居所。这些各不相同的民居呢，不仅仅反映了一个民族生存的空间，更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地理标志。那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也是一种民居，但是这种民居啊更加特殊，也更加不容易见到，因为它是一种会隐身的四合院。平陆县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南部，距离太原425千米。平陆县北靠中条山，南临黄河，是一个山脉与河流之间的狭长地带，而传说中那种隐身四合院曾是这里独特的民居形式。那么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院落？为什么仅仅出现在山西南部的平陆县？今天那些会隐身的四合院是否依旧存在？这些问题吸引着众多地理和建筑专家。初冬时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托与地理中国栏目组一同前往平陆县，试图揭开那种神秘院落的地理谜团。平陆县位于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自古就有平陆不平沟三千的说法，而来到平陆县后，我们果然看到了黄土高原特有的千沟万壑的地貌景观。然而让考察队感到十分费解的是，这里的民居并没有什么奇异的结构，看上去都是北方农村常见的平房。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的房屋大多建筑在沟壑的顶端，几千米之外就能被清晰分辨，根本无法与隐身两个字联系在一起。那么传说中那种会隐身的四合院究竟是什么样子？它又会在哪里呢？当考察队来到平陆县张店镇时，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引起了刘托研究员的注意。1938年，侵华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中条山地区激战数月，他们急需补充粮食。然而当日军进入地图上标注的张店镇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一户人家。日军指挥官认为也许是地图出现了错误，于是日军调转车头离开了张店镇，这使得张店镇躲过了一场劫难。刘托研究员推测，当时保护全镇百姓免遭涂炭的，很可能就是传说中那种会隐身的四合院。那么那种连当年的侵略者都发现不了的院落，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呢？80年代前去接这个群状以后啊，看不到这个房屋。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大部分都呈现这个平房，有的改成小楼房。村民们说，那种传说中会隐身的四合院现在已经很少了，只有几个老年人依旧居住在那样的院落中。为了让我们能够亲眼见证这种神奇的建筑物，在文化站的站长张和成与村民王守贤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镇东北一块平坦的场地。这前面就是我家，前面就是了。我们随着王守贤手指的方向望去，却看不见任何地上建筑，只是透过低矮的树丛隐约看到平地上一个长方形砖砌的边框，看到平地上升起的炊烟。随着我们一步步接近，在我们的脚下
竟然出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院落。原来这就是那种能隐身的四合院。我们跟随院落的主人从旁边的一条地道进入了这个奇异的民居。这个院落从顶部到底部有8米深，整个院落由主窑、辅窑、角窑共10孔窑洞组成。由于这种院落是开挖建造于地下土层之中，不到近前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因此被外地人称为会隐身的四合院。而这种院落真正的名称是地印院。印字的本意是地窖，而地印院就是指在地窖中建成的民居院落。王守贤是这座地印院现在的主人，他告诉我们，这座院落修建于乾隆年间，他已经在这里居住了60年。主管啊，说对我对这个地印院还是比较有感情，不想走。在研究了这种奇异的四合院后，刘托研究员告诉我们，这种向下开挖建筑院落的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南宋的时候有一本这个游记，当时也记载了，就平陆地区过去叫属于这个古代陕州，当时这个老百姓普遍都是住在这种地印式的这种建筑里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当地百姓修建了这样的院落呢？会不会是这里的土壤非常容易挖掘，这样的建筑形式最为省工省料呢？于是考察队开始在这里挖掘黄土土层，看能否在短时间内复制出一个地印院的微缩模型。然而经过近2个小时的挖掘，考察队发现这里的表层黄土与其他地方一样并不容易开挖。土方量估计能够达到1500立方米的这个。而当地人告诉我们，修建一个大型地印院的时间甚至会超过10年。这样的工程量，其建筑难度远远大于地面上的普通民宅，古人不可能是为了省事儿才选择修建这样的院落。同时刘托还发现，中国的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沉积区，黄土的厚度往往能达到上100米。在这样的土层中挖掘洞穴构建民居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但是除了山西平陆等少数地区之外，所有的洞穴都是横向挖在山坡上的窑洞，并不是这种垂直向下的坑洞。那么为什么山西平陆县会拥有如此奇异的建筑形式？这种黄土中开挖坑洞建筑房屋的历史又为什么会延续了上千年？会隐身的四合院地印院的发现啊，让专家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种院落所呈现的形态与一般的建筑截然不同。刘托研究员说，几乎所有的建筑物啊都是在地表向上去开发空间供人居住，而之所以向上盖房子，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考虑到防水的需要，因为水往低处流，人住得越高越不容易受到洪水的袭扰。但是这种地印院却非常奇怪，它竟然是向下挖成深坑，人就住在坑洞里。那住在这里的人难道就不怕天上下雨水淹大院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当地百姓修建了这样的院落呢？此时村落周边的一个细节引起了刘托研究员的关注，他发现这里的许多自然生长的植物都呈现出向东南方倾斜的情况。长在就是这样，一年一场风，初一到年中全年都刮风。据气象资料显示，张店镇年平均风速为每秒5米，一年中风力4级以上的天气接近300天。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常年狂风不断呢？风大的原因呢主要还是有地形影响的。你看那个东边那个山，山脊比较高一些，西边也高，到了中间这一块这突然下成了大缺口。原来张店镇紧邻着中条山，
位于张店镇西北的中条山山脊在这里突然下凹，与东西相邻脊顶高度分别相差700米和300米，形成了峡管效应。每年从西北呼啸而来的强劲季风遇到中条山的阻挡后，就顺着山脉走向，汇集在张店镇后的山脊缺口处，所以这一带是山西有名的风口。这样的发现让刘托研究员感到，修建这样的院落很可能是出于防风的需要。为了验证地印院是否具备良好的防风功能，平陆县气象局工作人员用专业的仪器对地印院和周边的风速进行了测试。这个现在的温度是4.8度，就是风速是2.6米每秒，湿度是那个25%。然而当我们把设备放置到地印院的底部时，风速明显降低了许多。看看这风速是多少？现在风速是0.2。地印院底部的风速仅仅是顶部的1/10，这样的防风效果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当测试人员把仪器放置到地印院的窑洞内部，还发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结果。现在的温度是15.1摄氏度，湿度是55%。原来地印院不仅能防风，还能保温和保湿。在初冬季节，屋内温度比室外提升了10多摄氏度，湿度也是室外的1倍以上。这样的测试结果让考察队感到十分惊讶。难道古人正是看中了地印院防风保温的效果，才费尽心思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坑洞式民居的吗？它是一个生活的这种居住面在地下将近这个7-8米，或者是达到10米深，这样它非常形成自己的一个小气候，温差非常小，易于居住。尽管我们发现了这种坑洞式民居防风保温的优势，但专家认为这样的结构在使它具有这种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一旦暴雨来袭，地印院很可能会因为地势低洼而汇聚大量的降水，而地印院本身的黄土结构也很可能因为被雨水浸泡而产生坍塌。这对于居住在院落中的人可以说是祸从天降的灭顶之灾。但千百年来，这些院落却历经风雨依然坚固不倒，这其中的奥秘又是什么呢？我们期待着能有一场大雨，能让我们见识一下地印院的神奇功能。在我们到达平陆的第三天，一场中雨与我们不期而遇。雨刚停，考察队立即返回地印院，想实地查看一下这个院落能否承受住大雨的考验。接近老王家时，地面上满是积水，泥泞不堪，这让我们不禁有些担心老王家的窑洞。然而走到老王家窑顶，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十分干爽的地面。为什么窑洞顶部会没有积水？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为了让我们了解窑洞顶部的排水情况，老王挑上来2桶水。当水倒到窑顶之后，我们发现原来地印院的顶部修建了一个坡度很小的缓坡，所有的水流都沿着这道坡流到了窑洞外侧的排水沟里。老王告诉我们，为防止雨水对洞顶的浸泡，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诀窍，每次下完雨都要用石碾子把松软的泥土碾压瓷实。一碾压以后，它光滑又坚实，大部分水顺着这个坡度马上就会排泄掉了。但是处于窑顶高位的水好排，而地下院里的水又如何排出呢？哎，慢点，就这个很深啊。哦，是两米三长多了，3丈，那就10米了。哦，老王说每一个地印院的中心都有一口旱井，这口井平时没有水，是专门用来排出下雨时院内积水的。而刘托在研究了旱井结构后发现，平陆地区的地下水位一般在30米以下，这口井离地下水层还有20米的距离，因此每逢大雨，坑内的积水就会流到旱井中，
然后再向地下水层慢慢渗透，从而避免了地印院底部积水的危险。把防风、防水、保温、保湿等诸多的功能集于一身，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里的先民们的聪明才智。专家推断说啊，这种院落与陕北常见的窑洞一样，都是由于这一带属于黄土高原，大型的木料十分缺乏，在交通运输不发达的时代，又很难从外地运进大量的建筑材料，于是当地百姓就逐渐在黄土层中挖掘，创造出了这种民居。但是在面积达到40万平方千米、占世界黄土分布70%的黄土高原上，为什么其他地方都是山坡上开掘的窑洞，而这里却是平地向下挖的这种地印院呢？刘托研究员在对张店镇一带的地形进行考察后发现，这里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的苔原地貌，地势相对平坦，因而缺少可供开挖靠崖式窑洞的崖壁，这是这里的居民不得不在平地挖掘地印院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仔细测量了这些地印院的高度后，刘托研究员仍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他向我们介绍说，一般而言，越靠近底层的黄土结构越致密，形成的窑洞也越坚固，不易垮塌，而越靠近顶层的黄土结构越松散，也很难挖掘出坚固耐用的窑洞。这就是为什么黄土高原所有的靠崖式窑洞都挖掘在山脚或山坡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些宽大的地印院却开掘在相对松散的表层黄土中，从理论上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这里的表层黄土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为了彻底揭开地印院的奇特身世，刘托邀请了陕西师范大学的严军平教授前来一同破解这里的自然谜团。严军平，陕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黄土高原地质灾害防治的相关研究。进入地印院中，严军平教授立即对这种特殊的院落展开了考察。说你看这个窑洞的顶部啊，自然土面大概也就是个不到2米，1米多，都是在表层这样一个厚度。在表层黄土中能够建成如此规模的房屋，这使得严军平教授十分惊讶。他推测有可能是这里地处黄土高原的边缘，原有的较为松散的表层黄土大部分流失了，使得下层较为坚硬的黄土出露地面。然而当考察队走到村边，进入一条沟壑时，严教授寻找到两处较为典型的黄土剖面。经过对比，严教授有些惊奇地发现，这里和黄土高原的其他地方一样，原有的表层黄土并不缺失。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最少那个红层能看到了，是吧？嗯。那个红层之上，实际上我们判断应该是马兰黄土。红层以下呢，就属于砾石黄土。刚才我们实际看到了好多这个地印院的窑洞，就在那个红层以上。严军平教授向我们解释说，马兰黄土是一种结构疏松、孔隙显著的表层黄土，形成于距今10万年至1万年之间，而下层的黄土在地质学上被称为砾石黄土。是一种形成于距今120万年至9万年之间，结构紧密、直立性较好的黄土。由于砾石黄土形成时间早、直立性较好，因此黄土高原上的居民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在这种略带棕红的黄土中开挖窑洞。那么为什么这些地印院明明建筑在松散的土层中，却能历经数百年而依然坚固稳定呢？在一处裸露的墙体土层里，严教授发现了一些形状怪异的白色石头。这个料浆石我们叫盖浆核啊，它的密度还是非常大。原来这些白色的石头是一种俗称料浆石的钙质结合物，
这种石头因其形状酷似人们常见的生姜而得名。由于含有大量的钙质，因此它的硬度和密度都比周围的黄土高出很多。那么有这样的结合呢，洒落在这个花土层里面呢，就增加了这个抗塌陷这个能力，就相当于我们水泥制品里面呢，我们有时候要放一些钢筋，有时候要放一些小卵石、小石子，那个就起一个骨架支撑的作用。严教授告诉我们，正是由于这里的表层黄土中混入的大量的料浆石，使得整个土层的平均硬度和密度都有所增加，于是在这里才形成了地印院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那么为什么整个黄土高原约4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唯有平陆县的浅层黄土中分布这么多的料浆石呢？钙丝像丝纹一样，它也是种钙，也是下雨过程中它就分散在这里边，钙也是一个凝结核，慢慢就扩大。这是一个小的早期形成的钙结核，这也有，这也有，后来在凌熔过程中，这又越来越把这个包起来了，然后越包越大，所以它这块说明这个当时这块气候还非常湿润。严教授在分析了平陆县的地理气候特征后发现，这里位于黄土高原东南的末端，西北地区的年降水量仅为200毫米左右，而平陆县的年降水量达到了550至800毫米。相对丰沛的雨水渗入表层疏松的马兰黄土中，使得土壤中原有的钙质在流水的作用下形成结核，而结核一旦形成，更多的钙质又会不断的聚集，最终在看似疏松的土层内部形成了大量坚硬的料浆石。地印院儿，这种传说中隐身四合院的地理奥秘被专家解开了。虽然这里没有广袤富饶的田野，没有高大茂密的森林，但是却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黄土，这使得生长在这方土地上的先民们能够顺应自然，创造出这种别具一格又低碳环保的民居建筑。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高度文明的时代，钢筋水泥的建筑呢，正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以惊人的速度在无限的扩张着。然而当我们走进地印院，走进这一延续着人类早期穴居形态的古老建筑，我们能够触摸到文明的脉搏，感受这一方土地上先民的智慧，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启迪和思索。因为地印院中啊，所蕴含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物我一体的自然观。2006年，地印院窑洞营造技艺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这种与黄土高原南部边缘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建筑形式，正在得到抢救性的保护和传承。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